附加元件就像 App 一样，安装之后即可增添 Firefox 的功能，可让你上网比价、观看气象预报、听听音乐，还有更多功能。接着就来试试看吧，点击选单钮并找到附加元件，接着可浏览或搜寻自己想要的附加元件。这个 Ghostery 看起来很有意思，点击新增至 Firefox 按钮即可安装。注意工具列这里会多了新按钮，让我可随时开启 Ghostery。 这样当然不作用，但我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常用到这个附加元件。没问题，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而自定 Firefox， 点击选单并找到自定，这样就能迅速把 Ghostery 拉进选单。如果你发现完全用不到，也能直接移除并保持整洁的界面。其实你几乎可把 Ghostery 放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可放到工具列的另一端，也能放到书签工具列中。决定放置的地方之后，点击结束自定模式，现在你就能使用完美的 Firefox 了。